女生日常的读者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今个圣诞玩得开心，身体健康和甜甜蜜蜜。我想我今年最想要的圣诞礼物就是一张去东京的机票。我今年的圣诞愿望就是希望可以跟我家人吃一个很丰富的圣诞大餐。几年前我都是在工作中度过，所以我今年很希望可以跟我一大班的朋友和家人开一个很开心的圣诞派对。我最想收到的一份礼物就是捐款的单。如果想送礼物给我不要了，不要送礼物了，也不用送礼物给我女儿。你可以将那些钱捐了她，拿张捐款单给我，我会好好保存这一份心意。多谢。我最想要的圣诞礼物是健康，虽然这个就比较飘渺一点，但是我真的希望实现到。